拄着歹年冬，王爷来起驾。今年蚵仔地整体无好啦吼。逐天住伫厝，你有偌久无去看电影？大头家，滴露是咧录啥啦？趁钱趁到有够神啊啦！卖少搞搞者，安尼我嘛会当做大头家啊。啊，你干哪会晓笑？街坊第一片，海山头家，气魄出棚。太无爱饲一挂高亢啊，生蚝啊，迄做好赚嘞。那不是同款，我搁大了就叫伊生蚝哦。我恁孙回来啊，伊讲哦，阿咱要来甲你拜。啊，你甲树仔讲话，树仔敢会来比？啊，你讲过话，等伊来吧。我要伫遮住到我爽啊。好莱坞无稀奇，正港大片《二峰村》，欢喜转故乡，大碗搁满钱。体验科农生活，一个人500，两个人1000诶，啊100个人咧，安尼就50000啊呢。啊，拄仔讲啊，你是有听到无？是你咧决定啊，是面咧决定诶啊。北山诶山丘吼，上水风景就伫遮。你啥？哦，你看，我那个水，啊，未做生意就变钢管女人啊。岁数到啊，卖伫遐，卖伫遐，不想管工作。想要回去台北，回去一口食啊！安尼就对啊啦。前面我们在做，咱这个一定赚的啊！